对面不过开鸟，真的了。大他妈野兽起了，好吧，野兽起了。你冰川冰山把山冰了，好了啊，冰川冰山。对了，宝宝干是把山干了。对面大套女拔木。嗯，他们是不是都拿了呀？这样。他们一三四五个数，肯定是全快了，这没得说了，肯定全快了。宝宝伤害怎么那么高啊？这是他们会有伤害包顶血的大人砍伤号吧？法器把塔立了啊！好像速流是都抢不了，他妈的！地府补光辉啊，给大唐法器补光辉，补。预粮，我要不要留你拿下大唐府、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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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了，举了。点女儿村，把女儿村直接干了。点女儿村，直接把女儿村干掉。你化身就破甲图，破甲干了。法器经济五折几啊？赌他女儿村错吧，他错吧就干死他。宝宝又神了，到了封大行了，没中可以。再见。操了，对面先扫我们的，他妈的，不对吧？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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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我就怕他妈的，他们先点我们，他妈就坏了。阿龙龟不会速的，他当然太快了。你把他神出成就了是吧？对啊。很好啊，三千多开的。退了一张纸，死了死了，好多血，他妈的！很脆，很脆，一张纸一张。什么不好意思？什么取秒啊？把蛇宝宝干死，把蛇干掉啊！对面这波有点上没？对面，你把渡劫给大唐给了，好吧？我直接，我不用给渡，我直接提壶大唐。你浪费毛啊！浪费毛啊！我四根毛，我四根毛，四根毛。啊、我龙龟看一下就好了。龙那龙龟给你，龙龟给大唐来个五龙丹行了。你化身你保法器吧，好吧，保法器吧。那我渡劫法器吧。你渡劫法器，渡劫法器。宝宝打蛇，宝宝打蛇吧，把蛇干掉。法器瞄起来啊 ，OK OK。被防了。补光辉吧，地火要是没事继续补。可以。我想赢啊！我操！我想赢，我想赢。他大唐野了吗？上来。野了，野了，野了。那他这样是想喝水的。这把渡打人都一千三，不不渡不渡不渡，他不会点我们，他也点不了我们。
摄魂化身把化身干的好吧，摄魂化身给我把化身干的，化身丢破甲术，秦山的敌啊，把化身叠了啊，直接把化身干的，丢摄魂干化身了，把化身干掉。玩枪跟啊，一个都别上。那个力劈砍蛇吧，别力劈也跟，力劈也跟，力劈砍蛇没关系，力劈砍蛇。那边女妖算下巴活了，他在叠人心，哎，坏了，他拉宝宝了，他拉宝宝了，没事。哎，我操作失误了，不是我操作失误了。你干嘛呢？我扑到下边，我扑到上面了。哪个是化身啊？这是啊！我的天哪！我操！反击有反击，续一个吧，有一速反正，真的，操了，必须得续了，必须再续了，化身出好吧，好吧，宝宝出了啊。法系秒起来，法系取秒，取秒取秒，点蛇把蛇秒掉。多少血？肯定虚死的。有个两千左右。可以啊！可以。妈的！他女妖算起来又得等死。大法房，大法房，点啥大法？下个药房，药房，药房。大人被笑掉了，或许没出。也有可能是惊奇没出。人家特警没出吗？没喝没喝，小爽挂他旅游生，把旅游生挂了。大唐有破血没？有破血，破血啊，破血加破血加，我鹈鹕大唐，你鹈鹕大唐干嘛破血了？鹈鹕大唐，你破血破血直接你鹈鹕法系好吧，法系直接秒就行了，直接秒直接秒，宝宝跟群秒，乌龟给大唐秒是吧？群秒群秒，宝宝把小月灵清了啊！乌龟给大唐砍一个，乌龟给大唐砍一个，对位清吧，对位清吧。我赶紧玩玩其他大唐好，玩他之后我把地府强封了，没事，我把地府强封了。大蛇王砸他破四七月上线了没啊？这个是大唐先出手，我操了，操这都没中，估计大唐先出手破不了四月上线。哪里是大唐先出手？哦，龙龟加的都会比大唐快。没事，他死了，他死了，死你妹！大蛇王砸他，直接把他砸死了。这里化伤还几回合？还三回合。我下巴也赢了，该顶不顶回伤？大唐没顶回伤。下巴他应该真开了血剑，顶了一个，一千多，一千多。下巴真我了啊，下巴真你，他不会真你啊，三火小手他真你干嘛？你这命谱严了，你严你严你严严掉，严掉严掉，大唐把五号包砍了好吧，神魔砍五号包，把五号包砍掉 OK。 这会没点上面吗？他有点上面，我放地府了，你拉反我地府结呗，你渡劫或者拉反面可以，我拉反一下，拉反一下，拉反一下，对，他们有点上面的，他那个大步可以开大唐了。中了容易死，哎，操！点挂了对面。
保得住不？保不住，保不住，别记了。我操，龙龟卡个大好。龙龟卡大好。还行吧，那先找一把。我操，笑到情绪上叠好了，我操！哎呀，笑到情绪上叠好了。小爽挂他女儿孙好吧，挂他女儿孙，经济五级他女儿孙，他女儿孙。化身给个法莲好吧，给法莲龙龟，给我龙龟的话破大死亡保护我那个地府，我开我快点。 OK OK， 妈的这回好快，我操，他女儿有点难死啊，他女儿，他女儿基本上有个三千血四千血都血，三千血四千六千，他当了一个点回去。他化身几回合血？四回合，我们大堂几回合？也是四回合，情绪三叠就好了。妈的，没有情绪三叠是吧？有有有，太快了，时间太快了，你让自己我直接喊出去，翻五就要跳。我先叠人心了，我要叠人心了，要叠人心，要叠。宝宝，你们干胖子了没有？胖子干死啊！宝宝千万不能留这个，留这个的。哎呀，宝宝没必要跟的，宝宝打一百两百。我叠人心，我叠人心。李龙龟，李龙龟，我开你好吧？李龙龟大死亡砸他保护好吧？经济五基于吉他，我人开你。经济五基于吉他，宝宝跟胖子，胖子先杀了啊！你地府丢摄魂都行了，爪子抓他有手抓没？我没手抓，我快跳了，我点了光辉。开了，我操了！强给他四五单也好，哎呀，有点盖了个武汉，有点急，有点急，我们慢点，慢点，太急了。他这个封你继续杀，我估计是。我直接提壶保一下法器，里边立个盾。法器能精？你没速度啊。法器能精，法器精了吧？精了，精了，精了。哎，精了，精了，精了！地府光辉给法器补了没啊？补了补，上塔了，上盾，我上盾吧，先上盾吧，我把他拖。上吧，上吧。宝宝没拿戒指。上盾好吧，不会偷你的。啊，大雾比我都快，我操！化成水，化成是不是水晶了？水晶水里了。神一下就行了。他有出的，省一下就行了。你看我伤害好高，卡了一个。你和尚赶紧攒人心好吧，大唐下波活了，对面的化身下波也活了，小死亡挂对面的。挂盾的法器好吧，经济五继续弄他，大死亡砸他保护啊，把他破了啊，继续弄他，继续弄他。女儿村，女儿村，点女儿村，点女儿村。宝宝不用跟了，宝宝去砍蛇，把蛇干掉。是，现在1003、1083的盾加罗汉，法莲他就估计，法莲他就死。哎，要操，强风地府，水星地府好了。没怒了呀，哪有怒？我水星地府就好了。他化成几层人心了？他化成一层人心。
他女儿算他妈就一丢丢血，他妈弄不死他，我操了！大死亡进去，大死亡！操！哎，宝宝绿一下吧，他妈的！地府宝宝了，地府宝宝了，地府宝宝了！你和尚给我留上活了，好吧，给我留上活了。对面这波有点杀，龙龟的话得给化身解了，把小双解了，好吧。我要贴一下那个谁啊，清水还是贴？谁开我？谁开我？我开你吧。怎么了？我开你，我开你。这波防不了，说实话，我们这波防不了。不是刚才点的化身，其实我稳一点，幸运的宝宝啊，不要着急杀。还有两个 face 在抢上，这很难保了呀！已经，我很难保得了，要保得了，保不了。我是可以。你可以真，我可以屈服他，只能你知道吧？我，但是我必须要活你，不然人体接不起来了就，还不定点着为何。他肯定强封我，你最好死我。小爽挂吧，小爽挂，小爽挂化身吧。好吧，小爽挂化身，我这把硫酸封了就行了。他这把能给谁顶住？大死亡给我砸，剑斩把他斩了，好吧，把化身斩了，快点。他直接扫了，没时间了。扫怎么扫得出去啊？还没速度优势，我操了！你是很少的吗，大哥？这怎么少得出去啊？少得出去的话就死，看能不能活爆。爆！我操，爆了！可以，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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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呢，三千血。看多少？顶了一个山，四千五的血。4500的血。四千五，再毒了两，毒了一口5500的血。五千五的血。五千五。坏了。800，2400。坏了，宝没跟我操了。刚才还顶了个大气，我操，烧女儿村，女儿村死摊了这波，我操了。这波大摊。哎呀，开封了，他妈龙龟大爽拍不上去，我操了。哎呀，这波摊了，我操了，这波他妈打脸，我操，这波摊了，点女儿村好了。我太憨了。嗯，没有状态，金刚都没有。给杜姐给大堂吧，好吧，给杜姐给大堂吧，龙龟给化身顶个大，好吧。没状态，衣服你读一读啊。我丢掉了衣服。对面这波没点，对面这波严的，我操。对面这波不严。他没有严是吧？他没有严，我们下波大堂活了。下巴有点，他这样一个的。这他妈就双蛇了，我操！哎，我宝宝他妈拉不过来了，这是。你是鬼魂了对吧？鬼魂孩子了。对面现在双蛇，我们处理不掉了，现在双蛇。我他妈打小运能打不死。他惊醒了，他惊醒了，我女儿村把塔立了，地府给王亮，你地府的宝宝拉好吧，地府拉法器上个盾吧，大堂出个宠把宠出了吧，你有渡劫对面会不会敢点你？我要立个塔，清下灵吧先，反正清不掉，清下灵。清小运的好吧，先清小运。他妈的，点女儿村好了，我操！别，没有大剑啊！别再突法圣，除了三点剑，不然别突法圣。现在剑肯定是没用了，不要再突法圣了，再突法圣视角出没了。
他这个三号，他这个四号是高区的，先把四号给弄了半截，还得要走。点四号，把四号秒了，冰冷死了。大唐这波防不住啊，大唐。我争对面地府，好吧，我争对面地府，这么的，大唐砍蛇，好吧，砍底下的蛇，冰川冰底下的蛇，宝宝全部干底下的蛇，把底下的蛇干了，来吧，干底下的蛇啊，干底下的蛇，把底下的蛇干掉。你龙龟给我个蓝，给换成个蓝吧。我孩子防着他去不飞了，没事，他去不飞，去不飞。下回我再帮你开地。好的吧，只能点大唐面。他的没点，他女儿算不够进去了，他们点大行了，我争他地府了。我估计直接都能控控你。操了他妈的！没了，他法系还有功能。他法系鸟阵速度会贼快。哎呀，给大唐卡一个好了。没事，他们也只能赢一手，好吧。把蛇清飞就行吧，先缓，先缓。一条条清吧，没办法。给条蛇扔什么？好打吧。嗯，给蛇丢魂，宝宝去打吧。经济五该敲了。给蛇丢摄魂，给蛇丢摄魂。对，经济五，经济五及时，宝宝全部干蛇，化身给法系那个法莲吧。来吧，我把你保，我把你孩子保了吧，想到也行。孩子他们驱不飞了，我孩子防着他们驱不飞，不要紧。你加法莲，我龙龟给他孩子卡个大金就好了。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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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龟的不用。那别卡，那别卡，大金别卡。要不就驱的高价保护。他不可能驱的飞。碰的就碰的保护。我连心就满了，反正一会儿就拉一条鱼。罗汉的，我操了！你要干啥？上面说，到底金钱，金钱的没事，金钱没事，金钱没事，把蛇清了就行了。帮我们单点大塔。防个屁啊！我们是龙牌的钥匙，怎么防？那他清醒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绿的操！我把罗汉先盖了。你挪，能挪罗。大行的宝宝要宝才是真的，大行的宝宝要宝才是真的。你活血不够了，你活血活大唐宝宝好吧，大唐宝宝活了吧。龙龟给我孩子领个大金好吧。金鸡五继续集那个蛇好吧，把蛇继续干掉，继续干蛇，继续干蛇。这边这波能点谁啊？这边这波，这边这波应该是严的。他可以点化身，其实我满血，不一定。继续干蛇，把蛇干了啊！努力干蛇。操了，应该随手法系了。这蛇应该会。哎，武魂也不中，操了！啊，真也不丢我，他妈真的是胆子够大的。再把我开出来。这是好事，不然被我吃掉了。蛇死不掉，这蛇，这蛇死不掉是大问题。你把糊了，是鬼吗？这个宝是鬼的吗？我放剑青，保一手，还是罗汉？我放罗汉吧，我放罗汉。那我剑青，那我剑青。别，你别金，要金我来金。我来进你的罗好吧，法系有没有清上叠青蛇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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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我见你上个塔算了。
我进你罗好吧，我技能保一手。我怀疑这把他们全被笑掉了，全被笑掉就裂开了。剩下聊着，就是别打不死了。还行吧，金加罗。这个只能拿罗汉扛两条蛇呀！妈，一个特色能力，现在就剩个反击了。我得出宝了。你得出啊，出点伤，出点力皮吧。他们保护伤害好高啊！我操！法西，你这波经济武器干蛇，好吧，继续干蛇，把蛇干掉。继续干蛇，继续干蛇。化身，你给宝宝回一口。宝宝努力敲下蛇吧。我水星水法系了，我水星水法系了。我宝法系不中，我宝法系不中小锁。三下回可以拉吗？大浪下波拉起来，对面这波是点吗？所以说对面这波是点的。点地主的，点地主打的好。还行吧，小丑没事，我不拉出来。愤怒给我清空了。大唐现在满状态了，超级满状态了。但是这个伤现在化身也扛不住，化身的就是力量。有罗汉也在扛不住了。连一下，什么拉的干不死了，这是。我就两个点伤。哎，这宝宝打一下嘛。我人拉地府，你活地府好吧？地府的宝宝拉大行，大行错宝宝好吧？来吧来吧，法西继续秒蛇，给我把蛇秒掉。你龙龟开吧，我打过去了。龙龟开我，龙龟开我。这蛇死不掉，这边活就活蛇了。龙龟应该开大。还好没点地府。哎呀，我们这么小双点就好了。我操，我封印没开掉。两个宝摸的对吧？怎么可能有两个宝摸？大唐完了，大唐还没拉起来。地府出虫，我人开化身，好吧，我人开化身，你活就活地府，赶紧把地府活了。法械出虫，好吧，出虫，大唐宝宝用化，只有化身宝宝能拿大唐，大唐出虫吧，宝宝出了。赌神了。能怎么办呢？没单位啊。嗯，不能赌神。挂了。法系没法防的，你告诉这法系怎么防？这法系根本没法防。别贴了，让他去吧，让他去。我们没有单位啊，对，秒不了宝宝能秒谁？你告诉我，没单位。
拉起来。去。四个单位。是出小宝宝吧？不然没单位的。我出宝宝，我先出宝宝。你出宝宝。说什么被他们亲什么？你地府拉大行吧，好吧，地府大狼出马宠出了吧，好吧。我先出宝宝。拉不活吗？拉了活不了啊！你地府说，你地府说的慢。没单位了，我操！没单位了都。再不是连单位都没有。宝宝也拉不出来，我操你妹的！这帮子什么树的优势都没有，他妈的阵容全面被碾压。一、二、我说我还得先住宝宝，你们自己保自己吧。你地府怎么办？用残血还是鲜血？给自己顶大金毒吧，你地府顶大金毒好吧？你给我顶个大金，会按我了。我不看那个纸。你出宝宝吧，好吧，我真地府了。OK。我出宝宝吧。哎他妈的真他妈全中我操你妹了真的是。真的全中还来玩毛线的这。寒血差不多接近了。扛不住的正大克。扛不住的。苍天血雨很少加血迹的你怎么扛扛不了。扛不住。这没得顶。应该剑斩。剑斩血迹一样的。剑斩。我可能扛得住你知道吧因为我血很多我还有多少血。我还有1800。妈的打真刀中玩你大爷真的是。而且没有逆境的机会你们说。逆境的问题。一个出一个。点杀对点杀怎么可能会有逆境的机会呢这基本上没了呀。没了没了没了。差黎明一脚了。没了差了真他妈差黎明一脚。我我姐化身啊太急点子化身我们太急了你知道吧太想杀这边女儿村了我们那几个星星宝宝哎那波不点那波不点化身点女儿村就好了不是太急了你知道吧我们一次化身就开始有点急了就赶紧想把比赛推下来了但是没必要了我们星星宝宝慢慢啥玩意先亲宝宝不是我是说我们先找机会点别人啊我说不要一直点女儿村啊你可以先星星宝宝找机会啊他化成没人心了你知道吧他起来他化成很难活血的再造一个尸体啊他崩了我操我给你打我这边我打对面我让你一个点杀了没有你还要点化身的机会还要点女儿村的机会你谈都不谈我跟你说我要是对面的话我跟你说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说点死化身那波之后我们太急了你知道吧太想杀那波女儿村了浪费了四回合去杀那个你不点死女儿村对面能真理你知道吧对马上活点死女儿村之后一定是把化身按了把化身按了等他们起来之后那波不点化身好那波点女儿村他女儿村被烧死了那波点女儿村就死了那波点化身的话结果大量很少的是剑斩就好了剑斩说不定会空斩的剑斩也空不了他当然水六千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斩不死斩不死他顶的太多了点化点女儿村就好了他有机会点女儿村好确实点女儿村好点女儿村他女儿村就死了我本身就没机会了什么数的优势都没有真的三手对面中了三手我去你妹了真的是好了恭喜对面去广州了我们还是家里待着吧
这年头不出门也挺好的。好像是20000奖金。我们多少奖金现在？20000吧，好像是，忘了，搞不清楚。哎，没制度呀！我操，我真的打全民，我没有克过对面吗？哎，无限背大克。对啊，天天送大克，我操！我没开证的，我都没开证的吧？我没开证，里面是背大克。妈的，见了活鬼真是。你真是一把克证都没有啊！真是顶着大克玩我。来击，太烂了！这宝宝攻击好高啊！我都发现宝宝攻击可能有个2000、2200加高加攻天赋，你知道吗？行了行了，吃饭去了，吃饭去了。哎，终于可以休息了，他妈的！下班下班。我跑了，下去下去，溜了溜了溜了。撤了撤了，解散解散了。没机会了，解散解散。下班。